渣男，渣男，渣男，渣男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还出轨？黑车。烦死了！我烦，你每天弹那么难听的歌，我还说你烦呢，你还说我烦。难听？哎，你懂不懂音乐啊？就是难听，难听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永远找不到心爱的男人。生日快乐！知道我错，你先把门打开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开门，开！喂喂喂，兄弟，别这么大声，当心我报警吧。没你事啊，走。开门，开门！你喂喂喂喂，你还不听劝是不是？你来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好牌！你还好吗？干嘛？今天谢谢你啊。快了，睡。谢谢啊。是我谢谢你。我会永远陪着你，一起品尝生活的滋味。妈，我真的不想回去，我就是很喜欢音乐，要不你让我再试一试。喂，妈。喂。哎，你妈让你回家？她说我搞音乐没有什么前途，让我回去以后找一份工作，踏踏实实的。那你怎么想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，那就坚持下去。你唱歌很好听啊。你不说我唱的难听吗？我那是逗你玩的，其实我觉得你唱的特别好听，尤其是昨天唱的那首，你可以再唱一遍给我听吗？这首还没有创作完呢。唱嘛唱嘛。那行。我会永远陪着你，一起品尝生活的滋味。也许欢喜或狼狈。好听好听，我帮你录下来了，今天啊帮你发到唱片公司去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那些大公司看不上我们这些三流歌手的。试试嘛。我包了饺子，来我家吃饺子吧。慢点儿。在吗？过来听一下我最新的和弦。啊！这还用这么说？醒了。嗯，还好不伤了。那我就回去休息了，累死了。你睡不着吗？我失眠了。怎么吵醒你了？没有，我也失眠了。你失眠是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一个人。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也在想一个人。如果能和你想的那个人在一起了，你会对他好吗？会啊，一定会。你会怎么对他好？我会帮他打老鼠，每天晚上会唱他最喜欢听的那首歌给他听。还有，我想告诉他，我会很好的保护他，不让他受委屈和流眼泪。乐萌。嗯。
要不我们在一起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闰土先生吗？哦，我是。这里是六点半唱片公司，你之前寄给我们的 demo 我们觉得很不错，现在有个新人计划，你愿意来上海参加我们的培训吗？请问培训要多久？预计可能半年左右，通过培训考核的话你就能留在上海发展了。哦，那我考虑一下。你还考虑什么？这么好的机会赶紧去试试啊。太好了闰土，跟你做邻居实在太烦了，你终于可以搬走了。这些天你天天烦我，最近我都想找地方搬走了。现在你要去上海了，我就不用搬了，太好了。我要睡觉了，我困了。这雨后有风吹过，本该依赖的人就最不错，一双鞋都被生活磨破，像山花散落，岁月空中光阴去过，我咽下这选择的结果，抛下那过往的倒影。好的，接下来请收听当红歌手闰土新专辑的首发歌曲《隔墙有你》。你是否已习惯生活总是不安，任它慢慢的平庸盘，一个孤单的夜晚，你爱用的特伞，等待慢慢的到释然，不要被滔滔唱着主视线，点点的人一直就在眼前。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